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八频道新闻主播王征，我是林启源。一年就又快要过去了，相信大家拥有了一个快乐美满的二零一四，也相信大家可以拥有一个事事更上一层楼的二零一五年。也祝大家在新年有新年新气象，并且以乐观积极的态度迎接接下来的五十年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到 Channel Eight News S G 观赏。